你七大姑八大姨在飞机上有他妈困难，你他妈不着急啊？哎，我一直都不知道。这是他们在新加坡。今次嘅失踪航班有153个中国人，有人一家三口到完假，亦有一个26岁嘅后生仔去完马来西亚探女朋友，佢哋嘅亲友都好担心。我哋兄弟帮你祈福，要安全翻嚟啊！如果是礼拜六就比较联系，因为还要谂唔到佢家姐星期四喺电话呢一句成为遗言。佢同做土木工程生意嘅马来西亚籍老公话同大仔去北京倾生意。台湾外交部证实，佢哋三个都喺机上面。所以呢，不希望让这个老母亲先知道，以免在那里通交集。而一个去尼泊尔嘅旅行团，有九个团友因为好心让咗张机票俾同行长者，结果自己上咗出事嘅客机。我独爱 Lancaster 格斯图特浓烧脂咖啡，好味 slim 到万灵独卖。